偶像同台，就是整个超级激动。我认不出你们了，你们已经脱胎换骨，判若两团了。今天真的是我看过你们从以前到现在最好的一次的表演。伟丰新义区三馆寻宝活动开跑，只要到伟丰百货电视墙寻找滴滴五二隐藏版广告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。详情请上滴滴五二官方脸书。